Manche, puis la troisième qui est venue de les derniers mètres 7, c'est son tour avec Comme China. We love this. I feel like I have to take my own pace. 看到最多的就是拥抱和亲情，所有运动员都在到达终点之后彻底的释放，去感谢自己一年的努力，当然赵虎也不例外。第一次参赛的他有很多话想说。哇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他们下坡真的值得学习。我自己觉得我下得很快，然后一波一波的人往前超，本来就有点急，然后那个波下的就超出了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到粉丝教堂那儿会就有点反应，很大的反应，就完赛一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太差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快个半个小时。大家给罗灿华加油鼓劲之后，他就踏上了 TDS 145公里组别的征程。不要进，不要进，不要进主路，走辅道。是排队的，一堆大车排队那边。前几天刚来的时候，这个从来没碰到过霞慕尼这么热的天气，就是晒到身上会都有点疼。那这两天从昨天开始就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。然后呢 ，TDS 今天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最低温。小罗的左腿髂胫束一直没有养好，他很担心赛中复发，我们也都默默地为他祈祷。手指头吗？对，其实你裸露在外面一会儿就冻上了，太冷了。魏彪和摄影师新仔到补给站旁的赛道上等待小罗的到来。To come in? Yeah. How many athletes pass here? You mean already or? Yeah, already. One. Just one. Just one. Okay.上去他翻不稳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太冷了。谁来了？一个又一个选手跑过去，还是没等到罗灿华。但现在就是还好风不是那么大，风要大点那这个就太难了。罗灿华吗？不是不是，
你看，你到库里边，这个冷吗？手一点，这么，才25度，下坡开，跑不起来。 小罗卡金树的伤还是复发了，但是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，看看扛下去能不能有奇迹发生。走腿吗？走腿。就是小腿抬不起来，小腿抬不起来。那手去摁一下。前面23块一点问题都没有的，因为前面是爬山，断下坡，你疼过吗？我疼过，上个月疼的，这个右腿，休息了半个月就好了，但是这是左腿就一直没休息嘛。Only one person. Sorry, but yeah, only one person. 他一直很煎熬，他就是。一直这么笑着，也不想把退赛两个字说出口。今天小跑了，上坡跟停的，下坡的完全只能拖一下，拉一拉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。拉过了路上的啊，拉过了。那你先坐着去。啊？跳啥呀？我卡金树啊。好吧。我现在太冷了，就整个晚上在雪里跑，就是那个手都冻住了，然后直接加手套，直接就太冷了，下来就快变热了。昨天真的是哥不能说国内早什么终止比赛了，太狠了，昨天那个冻的。我下不了。我打瞌睡摔了一跤。可以啊，陪我一下。那先生上车了，先坐，我跟处理。不处理，结痂了。好好，处理又处理。没关系，你先喝点热的。几位中国跑者都出了一些状况，包括小罗在内，几个人遗憾退赛。第二天，我跟着巴特来到库马约尔。准备派他 CCC 组起跑，有的时候还是要一点运气成分，然后有的时候实力再强，运气也很重要。其实主要看后程，到了上配再发力都行。第一个点，悠着点压过来，然后呢，过了第一个点可以按节奏跑一跑，那都有一段比较缓的，那时候才刚刚开始。对，到上配体能还好，这今天就有机会了。CCC 组从意大利库马约尔出发，回到法国霞慕尼，总距离100公里，有很多中国精英跑者参加这个组别。除了巴特以外，还有 Autopia 的刘培全， The North Face 的申嘉生，萨洛蒙的张火化， Vibram 的李松等等。别看这是100公里，精英运动员从早晨出发，傍晚就能够回到霞慕尼。有很多速度和耐力兼备的选手会选择这个组别。这是第一个允许私补的站点，设在上佩湖。跑者到这里已经赛程过半。恭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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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一个进站的是申嘉生，看到中国跑者领先进站，我难掩自己的激动。跟他一起在赛道上奔跑，我感觉这是我这一天最快乐的时光。巴特因为脚底起泡影响了他的发挥，而我在上佩湖拍摄结束之后就返回霞慕尼，准备拍摄 UTMB 组别，也就是170公里组别的起跑了。